嗅觉的到来。看来我觉得化成寺已经阻拦不了老陈了。有没有什么门派特别费钱？还上不了场呢，因为现在能上场的门派他先动来不及，收点千亿玩玩。哎，我觉得你可以等麦兜，我觉得你可以等麦兜，就这次花果山如果改的不好，你就可以给麦兜的号买了吗？泰山压顶速度是吧，速度快，价格也比较贵，改了一次还是快。掉弱点，你看老板，我就说吧，你还担心兽爵买贵了，什么法联魔心法波多比比价，我跟你说那根本就不是你应该担心的问题。